Hello， 大家好，阿华又来分享给大家看一下这份喜悦感。因为呀、啊，你看哈，只剩下三坡了，对，一二三，啊，那边已经挖了，只剩下三坡，所以太开心了。然后这一颗，本来我想说，一直发那个同样的分享同样的东西，没什么意义。结果实在忍不住了这份喜悦了，你看一下。漂亮吗？这个一颗的长一个两个，好大又直。然后第三个它长到下面去了，我刚挖了半天了，那还找不到它的头到底具体在哪里。三颗好大哦，然后我们赶快去说，先把这两颗挖起来。但是为什么就那么软呢？感觉的。到这边，我就怕它弄断了，因为它是在这个上面，怕发展嘛。不发展的话，它就下面哈。先给它活动进来，它没有办法在这上面，因为我这两颗要把它弄起来。来，多漂亮！这个两颗哈，在磨上，这种哦也是很壮观的了。看一下，好漂亮哦，超级漂亮，有没有？它那个膜，这种膜哈就不需要一米二了，以后会改进。但是呢，它就要很那个的，就是要很大的管子。看一下，哇，半人高了，那好大哦！而且它还有一个，最可惜，因为它的位置不够哈，好多虫子哦，那个叫什么田鱼，太多虫子了。我想分享给大家看，你看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哇，我一直往下面挖，拉起来了，来，这个还比较小一点，那它直直的下去，因为它两个哈站在那个膜已经弄不下了，这膜已经装不下它两只，直直的好漂亮哦，越到最后越总是给我们惊喜，然后你看这个还没有挖到，我一直往下挖，它这样子弯着长下去，因为它没有膜给它长。所以呀、分享给大家看，好漂亮，这种好漂亮，就剩下三颗，现在最后的三颗，来，哇，漂亮吧，好好哦，那边也剩下三五颗吧，你放了三五颗，只剩下这个头上的，现在最后的尾巴，然后这个窝朝这边，在那边几颗，在中间一段全部都挖了，最近这段时间都。挖这一段我都没有分享给大家，因为想说，没有很奇特的了，有大，但是有的是弯下去啊，反正都还好了，状况都差不多。今天这两只好漂亮啊，分享给大家看一下阿华的喜悦，谢谢大家。